请安尼嘛，哦，少年兵年轻人，年轻人你要请安尼讲年轻人，这一包够有要来无？来，多少钱啊？一百。用，哎，你。哦，这最昂贵。好啦好啦。还好还是一包。哎，快来走啊！快快走啊！就看啊。来啦，来，阿姐。好啊，上面上我上咧。买这铁路票不会少，两百了。哎，这你弄还买哦？这铁路排骨真正足香的哦，这好啊。好，三块哦，你四块哦，你来五块。啊，这两块要三块，三块你搞收起来，两百了，那一个。两百了。够有排骨的无？排骨够有人要来无？我这边两分啊。两分两分哦。你莫走啊哦，走过去上班走。有啊。到钱。啊，大你要点做红龟？无按点做位的。点做位。这边吧，这边我就开始问了。你两边这边是收的。来两包，啊，谢谢。过来，我送你芯片。我给王勇，你找你找，我给过来。来找你两包，谢谢哦。嘿，我今日蛤蟆叉在恁买过无？一个人家买一份好无？对无？这一斤百三，三十块就好来，三十块上面吃紧嘞。三十块。大妈哟，这大妈这免错错哟。今年三十块，今年了了。我去钱来了，你要几月拢我钱来了，钱要完了，几月拢无去？你搁有一个长阳鸡腿块呢？长阳鸡腿块在哪里？几月长阳鸡腿块在哪里？来，好诶。好了，几月拢无去了？来一百。来啊，来阿刚阿大志，迄阵我摸走去啦，我摸摸落去，去啦，我等你，来，先寄过你平啊，先等你啦。有人要食这无？这唐扬鸡腿块，这一包一公斤，这拢鸡腿落去做的，鸡腿哦，无解好食啊，这个色啊，这一包只有五六百嘞哦，两百嘞。两个。五斤嘞，五斤，对对。你要买几斤吗？我等下要换。四百。好，一个我三百，四百、五百、六百、七百、八百，我咧多少？一千啊！一千啊！你阿伯有搞收哦？你要三百哦？是无？你要三百无？收了了哦，没有了。唐扬鸡腿块，啊，安尼六百块。你厝囡仔无？刚才迄个两个有遐大呢无？敢会用食物件？敢会用食啥？系啊。这六块，这一包五十条，一百了，有人要来无？真正好食，一百块。超前一波。有啥物热狗无？真正好食，我这真正，啊这这热狗该这半十条。一百块尔，一百块买来无？热狗。妹妹你去叫叫迄落，变作煎哦，囡仔食。一百块买来无？来，大来咱来食这披萨，这囡仔爱食。这总会披萨，这一块九十，两块八百，三块二啊七。新价钱，我披萨要求好食，总会哦，两百了。我要加一块送你，搁加两块，搁加三块，来要食披萨两百块了，有人要食披萨无？两百块。两百了。这披萨你阿个烤只烘烘尔，无面无角，大你买上我袂解害。两百块我袂解赚。你买无？后来我来收。啊好，这个人打折啊，比较贵。来啊，蛤蟆几个？我收三个。你五个，三个来，叫呢？哦，八个多。来，先杀回哦，阿叔，来，几个只有你用。来，你们吃什么？现在开始点菜啊。这上面啊，我先跟你讲哦，这三人份呢，这内底有十一地址、十五地，全部规包拢台湾的排骨。这用我收了，这一包我用较好几啊，我海山大，两包五百，唔免，我卖你三百了，用我收尔，三百块。来这边啊，来个要糖醋排骨无？三百块，这真正好吃，用我收尔。三百拢有啊。好啦，感觉有，这要吃一句话，免五百，三百外了，这太高卡，三百五到顶个啦，这个，来好，我再来个，搞你，好，我来订，啊，一点冰给我，你要加一块冰无？大哥，干要加一块冰？好，我这堆哦，你这堆五百，你又买袂着，三百了，好。来两鞋啊，加嘛买，加嘛买，三鞋啊，谢谢哈，阿叔，麻烦你了，来，谢谢啦，这边两鞋，你先吃嘞，先处理完，收尾不收，收钱不收，收尾贵了。来这边吃钱耶！我做广告，他讲哦，不要不。你看这个鸡，来，啊你去做。来，另外吃钱啊！来，我收钱。来三百了，这最高的，后边拢无啊？后边真正无，头前美女来，两个。我搞一个这个，好，来。谢哦。来，收两个。好了，那你收。
一个你下落啊，快速起来落啊，三个人快速落，快速下来落啊。够应该我一分哦，我收钱。搁一分吗？我收两个，这两个我收的。啊，一个你卖几分？我收两个啊。我收这两个。你有收两个啊？来，落啊，搁卖过。来。来，落啊，卖过。来，你甲走底紧嘞。好啦。来，头前要赔钱的去啦。要赔钱，只。来，好啦，啊收起来，啊过来，来，过来买个啥物？来，啊，买卖这啥？好，我拢起，你扫，你做你扫。来，弄弄来。我来卖一寡物件，恁食即摆吼，天气较凉凉。这里，这里排骨剩一分尔呢。来，一路走。然后那个哦，一包。另外放我。好，五来六十。六十。先弄三四个，六七个。来，两包。那个。好，最后一个百五上面也无啊，排骨150。啊，袂有带包的啦，袂有带包的，送伊就好咯，送我带包的啦。带包的今仔买遐济啊。那我要那个什么？呀，请问放几多？啊。买两包紧啦。来，帝王上面只300啦。有啊，吹掉啊，吹掉。陈家良，这上面只有这300块了。300，我收钱。跟白白跟跟跳过嘛。500块掉，300块。这个500块啊，4条、5条、6条啊，7条啊，8条啊，9条、10条，这帝王这方退兵两张票，我算你清楚的啊。这5条够你啦，500块就买不完，300了。够了，买来无？300。谢谢哦。你今仔蛤蟆斤包300够买来无？是无是。啊，你买啥？干贝。好，记住了，干贝就是，干贝。妹妹，你干贝要多少？2包好，好来。你有要吃干贝无？我这干贝足甜的哦。你敢捌看我这大粒的？过年要搞，恁买这冻的，这我卖几啊年啊吼。你若爱吃，你就来买。好，这一包700-800块的物件，两包就1500块，我1200。我这包过啥物？这包过你一个人加1000块，啥物吃干贝？有人要吃干贝无？大粒的哦。来，头前啊！1000块，等下，你干贝早就收了呀？今仔日尔，后个月保证起价哦。再过你1000块，1000块，来干贝啥物吃1000？有人要干贝无？1000块，拢有啊，好来。唔好买贵，你试看嘛。我家己食足济呀，吼来。买两包去吃400了，来没有买到的43哎，400了，来几个？你个倒对子，啊来，谢谢，阿强，谢谢，来，400拢有啊吼，大你不要买只干贝吗？这真正大妈嘞，不甜的嘞，好来先，好，你不要买干贝，无紧，我来介绍一下物件，我来介绍一下，你敢有要吃玉米浓汤？你敢有小朋友要玉米浓汤无？很好吃哦，很好吃哦。来，你有哪要吃这无？吃玉米浓汤，这你当然拢晓滚好啊！哈，你若你看影片的人拢知影，我这卖了足好个，用我烧尔玉米浓汤，这一包就是早餐店的一碗，要吃也免300几啊，我100了，来一个。来掏钱啊！我300给你，我400给你，你今日先给钱，我500你吃完，100块了。来哥，来，我一定来这条来1包、2包、3包、4包、5包、100了，够买玉米浓汤无？100块尔。哎呦，我玉米浓汤你真正来买，我无甲你好食，俗阁好食。你买100块当用，我少食食。你买100块试食看卖无？玉米浓汤。好啊。100啊，你要试食看卖无？好，来，我给，好，来。谢谢。来，啊，你买食这无？你我早来规箱满满满，吼，啊，袂甲剩食。好，来，这间公司我讲你了，啥？普芳你捌听过无？普芳，你也不要去包热狗嘛，是这间公司的。这普芳的三角骨，这都用真个钱的，足芳的，那是我好招。哦，你买着品质，买着价小俗，啊，然后佫买着大品牌，这一包800，来，800+800偌济？我这两包送你，一个人客了啊，拢无啊，先加钱400哦，200块了。来200块，上面只三角骨，那边只三角骨无？你有无？啊，你没有了。来，啊，你买只鲑鱼鳕鱼无？鲑鱼鳕鱼，我要吃。来，你蛤蟆包包的哦。来，啊，你有哪要吃这鸡腿哦？这鸡腿。